德华表奖简直是星光熠熠，红毯上群星云集。但是在这次的华表奖红毯上，竟然有一堆明星挽起风肯刘海这个造型。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有一种叫做狗啃刘海的时尚席卷娱乐圈。狗啃刘海顾名思义，就是刘海像被狗啃了一样。郭采洁曾经就被啃过，配上小小的脸，很适合古灵精怪的她。但是昨晚上的明星们，他们的刘海却被啃得有点奇怪。比如说章子怡呢，红毯上的章子怡一袭衬衫是设计的金黄色礼服，简洁大气，高贵点了。可是这个头发真的有点不太好看，配上狗啃刘海的她被大大拉低了美貌值，感觉一瞬间老了十岁。连男明星也留着同款的发型，卡洋洋顶着一头参差不齐的刘海，感觉也是奇奇怪怪的。要不是精致的五官撑着，换个人整这发型够呛呢。就像雷佳音这样的话，真的太显头大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说来也巧，还有细心的网友翻出了雷佳音此前的一次采访。他曾吐槽好友郭京飞在机场戴口罩模仿杨洋，左郭京飞，右杨洋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叫郭京飞要好好努力，不要蹭人家的热度。哪知道自己竟然也模仿起了杨洋，剪了个狗啃刘海，哈哈哈哈，真香。